型手机的战场从高阶的机种现在打到了中低阶市场。宏达电除了传闻已久的新机皇 M8 预计在二月要亮相之外，他们和中国移动所合作打造的中低阶的机种也要陆续开卖。另外一个品牌大厂华硕是表示呢，会采取双箭头的策略，同时推出各阶层的手机来抢市场。延续 HTC One 外形，搭载更高规格处理器和五寸萤幕，宏达电旗舰机 M8 预料会在二月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MWC 亮相。在中国市场布局同样很积极，和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，拿下1000万只采购量，预计贡献全年营运。HTC 是全世界的品牌哦，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展上面呢，明年呢会非常的不一样。2013年呢是一个这个挑战的一年哦，那但是面对呢这个挑战呢，我们也学习的非常多，而且进步的非常多哈。那2014年呢，我觉得是可以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年。宏达电策略聚焦中国市场，另一品牌大厂华硕今年也卯足全力冲刺智慧手机业务，采取双箭头策略，高阶手机将和美国电信商 AT&T 合作，低价手机大军则是全面和英特尔合作，到时中国台湾会率先在三月开卖。我的目标其实现在固守 PC 领域大概已经没有机会，未来看到竞争最激烈就一个公司了哈，就是联想。实际上华硕手机战火从1月7号登场的美国 CES 消费性电子展就开打，预料一口气将推出4到6寸等不同萤幕尺寸的手机机种，向来备受重视的中国战场，华硕火力全开，强调将会借重笔电通路向中国4级以下城市扎根。林松。